你识唔识读呢款意粉嘅名呢？其实意大利同我哋一样，都系中意食面嘅国家。今日我哋用最适合搭配山珍同海鲜嘅 Gritalia 意大利吉他面。大家好，我系 Kenny 陈宇阳。睇完今日呢个视频，你就可以实现意粉自由。先将面团做出嚟，一次性可以做少量。意面嘅底味就系浓郁嘅蛋香。将所有材料加入搓成面团，然之后放入冰箱醒面一小时。跟住我哋攞出我哋做吉他面嘅工具。今日我做嘅面叫做 Gritalia 意大利吉他面。先将意面煮熟，帕玛神芝士放埋入去，浓郁嘅奶油酱汁同埋 Gritalia 真系绝配啊！